Hello， 大家好，我是宋云南，是这届肯塔基大学中国学生会的主席。中国学生会是由中国留学生自发组建，并且经过中国驻美大使馆和肯塔基大学认证的一支团结向上的队伍。我们成立于2001年，经过16年的不断成长，如今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有影响力、会有规模的学生组织。那么我们的宗旨呢，一直是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办更多更好的活动，让大家在这里不会觉得孤单，更好地适应这里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那么下面呢，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开学前的准备工作。那么首先呢，就是接机服务。我们考虑到很多同学第一次来美国，人生地不熟，所以我们已经把接机报名表发到了网上，请大家填好自己的信息之后呢，发送到指定邮箱，我们会有专门的接机志愿者把大家送到公寓或者宿舍。说到这里，就不得不给大家介绍一下肯塔基大学的学生宿舍。大家都知道，宿舍是创建你自己社交圈的最好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好朋友，在交流的同时提高你自己的英语，也可以更好地了解美国文化。如果你申请了宿舍，你将会被分配到两人间或者四人间的套房，房间内设施齐全，独立卫生间，厨房呢就在你的楼下，而且离教学楼特别的近。在大家到达学校的接下来几天，会由学生会的同学带大家办理学生卡、电话卡、银行卡等等，为了确保所有的准备工作在开学前完成。并且在开学前，学生会会为大家举办中国同学的迎新会，目的呢，就是为了大家尽早熟悉校园生活，提前认识些朋友。在迎新会上，也会有学长学姐为大家解答各种问题。说到学术方面，首先，肯塔基大学拥有全美藏书量排名第二的 William T. Young 图书馆，学术底蕴可见一斑。其次，如果在日常学习上遇到了什么问题，去辅导中心求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那里有免费的辅导。如果写作方面有困难，可以去图书馆负一层的写作中心，那里有语言功底极好的同学逐字逐句地批改你的作文。如果你对职业规划和申请工作有疑问，就去职业规划中心，他们可以为你修改简历，并且进行模拟面试。对于刚来美国的同学，你不用担心你有语言障碍，因为肯塔基大学文理学院有语言中心帮你克服语言障碍，并且带你尽快地适应美国生活。与此同时，给所有的国际学生提供一个与美国学生交流的机会，了解各个国家的文化。希望刚来到美国的同学大胆地与他人交流，有问题及时求助任何老师，他们会热忱地为你讲解。当然啦，中国学生会也会帮助大家解决上述问题。总而言之，我们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坐落于肯塔基大学北校区的全新的文理学院教学楼是21世纪教育与科研的中心，它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综合性实验教学楼，极具设计感的外观，落地的玻璃窗与深红色的瓦块，加上室内绿地、敞亮的大厅和流动的人群，在这里你不仅能欣赏到建筑美学，更能看到穿梭在教室间莘莘学子们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智慧美。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超大型科研空间，巨型 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着学术资讯，全方位触控式显示器可随时获取最精尖的资讯，更有22个全新的化学、生物、STEM 实验室，其配备了最先进的实验操作仪器，搭配着与时俱进的一流技术，全方位地打造出一个超前、现代、学术的综合实验楼，最大化地满足学生们探求知识的欲望和对未知世界的向往。这里还有3个学习中心，同学们可以在这里得到课业上的辅导，第一时间解决疑难问题，保证课程顺利进行，最大化减少了因语言不便带来的学术性问题。课后，如果学生们依旧想留在这里探讨学术问题，或完成小组课题及研究项目，教学楼里还分布着很多可同时容纳6人的自习教室，并配备白板、电脑、音响、
大屏幕等硬件设备，如果你想要一个安静独立的学习空间，如果你想与小伙伴自由讨论，这里都可以满足你，不仅不会打扰到其他同学，而且还可以在自习房间内自由的交谈。文理学院教学楼是一个将学生内心深处对理想实验教学楼的憧憬与当代最先进的技术完美结合所创建的跨时代综合教育教学实验楼，为学生们打造最顶尖优良的学习环境。那么讲完了学术部分，下面由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校园生活。在肯塔基大学，我们有超过500多个学生社团。作为肯塔基大学的一名学生，你有很多机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校园活动，并且加入学生社团。学校也会定期邀请一些有名的人来肯塔基大学举办讲座和音乐会。学校也会在每周末提供免费的电影来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国际同学也有机会在学校申请校内工作，挣大零花钱的同时可以增加自己的经历，为将来找工作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那学校也会为即将毕业的同学举办招聘会，不管呢你是找实习还是找工作，招聘会上都是你可以得到一手工作讯息的好去处。说完校园，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 Lexington 的生活娱乐了。因为我们学校位于 Lexington 市中心，所以我们购物都是非常方便的。我们有各个国家的超市，还有很大的购物中心，所以大家对采购生活用品是完全不用担心的。我们周边还有博物馆、动物园、森林公园等等，所以说在这里生活还是挺丰富多彩的。肯塔基最著名的就是赛马、波本酒和篮球，下面让我一一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这里最著名的就是肯塔基赛马，基本上每次都是百万名马。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看。那个时候大家都会盛装打扮，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经历。除了著名的赛马，肯塔基州还是波本酒的原产地，所以在周末的时间，你有机会去当地的酿酒厂了解波本酒的生产过程，还可以免费品尝哦。说到篮球，肯塔基野猫队可以称得上是最能赢球的球队，同时保持着获胜场次最多以及胜率最多的两项记录，这里每位同学都为之骄傲。每年 NCAA 比赛的时候，我们可以凭着学生卡买到仅仅$5的球票去看一场精彩程度不亚于 NBA 的球赛哦。除了篮球，我们这里还有美式足球、网球、棒球等等，都体现了肯塔基野猫精神，所以快来现场看一场球赛吧，这里的呐喊声一定可以让你热血沸腾。这已经是我在这里生活的第3年了，不管是生活环境还是学术环境，都已经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里，所以快来申请肯塔基大学吧，我在这里等你哦。